我叫 Michael， 本来应该是隔壁青年剑，然后但是我更喜欢资料新闻跟距离的一个什么我过来的。OK， 然后 Michael Lee， 然后是新闻通主办人。好，然后下面红字可以看一下，然后下个月还会再研究再办一次那个我自己的新闻通，做一些研究。OK， 那我的话就是关心新闻的品质。然后还有一些媒体的工作的模式什么什么的，哦，那我本身是公益工程管理的，哦，所以我也是外行。那我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的东西，那文字新闻稿就是关于这个八仙城报这个意外，哦，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事情。然后所谓的我们也是大概只有我原则上只有我跟其他外面的 NGO 一点人而已，哦，然后就是新闻文字的新闻稿不算。我们现在的影片新闻追一百天，也就到十月五号那一天后，会有28800小时的影片的时间，然后进行最后一些人工的分类。那听说有人有人工智慧，外国了，那我们不太确定，好，就这样子。然后要下面就是要分析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对台湾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播报的这个品质的问题。好，那停跟受就是一些检查的人员、工程技术啊不限，然后其他等等等等，嗯，这样啊，然后还有点时间，我就给大家看页面一下就好了。然后我苹果第一次用不太熟。好，那譬如说一个我们有黑配的嘛，哦，之后等下再找我看，然后或者是。我也做了一个网页，哦，好，那就先这样吧，大家找我，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是 Pat Zhong， 然后再下一位。